那我们先一起玩一个一般模式试试看好了。好。那我先说，我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特别的怜香惜玉哦，我都把女生当男生在一起玩。哎、欸，现在是哪里啊？现在你在你的家里，然后我在你的左手边。你在我左手边、嗯。对，没了。没有，我在这边。我是绑马尾的妹子。OK OK， 妹子。他们左边都有人，右边也有人。我怎么没买到枪？ Enemy down. One enemy remaining. 好了吗？走了吗？走了，跟我走。走啊！我抱歉，我没有顾到你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在后面了。我被打死。你喜欢什么枪？我买给你。对的，那把枪按着右键，按右键啊，对，然后我这样就可以买给你了。OK， 走，出发。哇，这好像那种你喜欢什么，爸爸买给你哦。没关系，我会照顾你的。你看你要用什么枪就用什么枪。对，是吧？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炸弹要爆炸喽！爆炸就赢了，耶、yeah, ，躺赢了。爆炸的时候，如果你离开那个范围的话，就可以不会被炸死。我被炸死会怎么样吗？我刚刚买给你的礼物就没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这把你可以买一个侦察机吗？无人侦察机。买单。对，丢出去。按左键。然后呢，往前飞。对对对。进去这个炸弹点。因为它是地图上的 A， 然后你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看有没有人，有人就标它。对，很好，做得很好，好走。因为我发现你的灵敏度可能太快了。你要 ESC 打开一般，对，有一个灵敏度瞄准，那你的数字是多少呢？ 1.54。 好，那你要不要尝试把它改到 0.4 试试看？差这么多是不是？你试试看。好那你好了，你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哦，比较慢一点了，刚会不会不舒服？不会、啊、那你准心最快速度摆到我头上来，打到你头上，对、欸，再来，哎、欸，再来，哇，这样要出事了，旁边有坏蛋，哦，哈哈哈哈 ，OK， 好，再试一试看看，老蓝队，好，会不会太快还太慢？感觉怎么样？有点慢，有一点慢哈，好，那你把它调成 0.5 试试看，好，打一个侦察键。好，看到了吗？红红的，看到了。我、哦、直接对墙壁打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按右键，然后蹲着。太难了吧？根本没有。这把枪可能太难了。好，对着这个狗的头的这个位置射吧，就随便射，按右键，然后蹲着，就一直射，一直射，一直射。要把它射空哦。你可以把它射空、欸，你应该要打到东西吧？我感觉。什么？这里会有人啊？哦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哦，他丢你炸弹了。对啊，他丢我炸弹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要打电梯哦，你准备哦，你贴着这个墙壁站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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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着。站这边，站着，站着，站着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升高，然后马上按左边，然后踏出去，懂我意思吗？三，马上按左边踏出去。一，对，现在马上出。啊！好，来对着，来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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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着这个按一，按四，压着。好，这就是解除炸弹了。你发现你不是有动、okay. 一个毒条在跑吗？对。哎、欸，躲到满就拆毒了。漂亮，拆掉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你已经学到了如何拆除炸弹了。I know， 我前所成就了吗？没错。那你这次在这边？你要架枪在这吗？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我站的位置。嗯，没事，你就架好就好了。哦。太扯了。One enemy remaining。好，过来，解除炸弹，快快快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对，他暗示，暗示，暗示。
漂亮啊，就是这样，棒棒。耶、yeah. ！Defenders win， 这样就赢了吗？对，我们赢了。你看到胜利了吗？我的聊天室好生气哦！他们一直说你很伟大，我的聊天室都中风了。他们加一个，他们加一个，好，来跟我走。正前方有人。好，结束了，干得漂亮。好扯，为什么这么快就赢了？他们打你，我就打他；但他打我，有时候我会死掉。所以他们如果打你的话呢，我一定凶爆他。凶爆他？对，我凶爆他。太暖了。好，你就在这边等对方，对方会从这边出来，就瞄着这个口，我打他就好了，好剩下的都给我。哎呀，好多人啊！我这都没人啊。哎呀！啊！妍妍，你是不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啊？对，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。嗯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如果我们是防守方的话，就可能需要一点耐心，因为对方有的时候会跑出来，反正就一分半的时间，我们就耐心的等他。你看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就这样，然后他打人就踏出来，他打人就踏出来，他就踏出来。OK， 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压不掉！啊，赢了！这个游戏有的时候防守方，你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做到事情，尤其是你是选这种防守很强的角色，因为你在这边对方压力很大，对方就不会想要来你这一块，所以变相的会让我们有很多地方会更好掌握对方的动向。你大概懂我意思吗？懂。Opponent killed. 好，就杀到这样，剩下交给你们了。One enemy remaining. 剩最后一只了，结束。我就一直待在那都没事干就好了。你在那边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们有四条路线，他们我们封锁住了他们的一条，这是你的功劳，所以剩下的三条路线，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预测对方的行动了。OK， 谢谢老师总结。如果你觉得很那个角色没有事干的话，或许你可以尝试其他角色，就要打得比较主动一点了。嗯 ，OK， 好。